Hello， 我是悠悠，今天做了超级 Q 弹的虾滑。先把虾仁用刀背剁成虾泥，记得一定要用刀背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到粒块不倒，再加适量的盐、黑胡椒粉和一个蛋清，搅拌均匀后放到冰箱里冷藏15分钟。趁这个时间来准备一下香料，最近感觉突然就升温了，天气一热就想吃点酸酸辣辣的，所以我就做了今天这个凝香虾滑，真的清爽开胃。然后把这些香料准备好后，再加些调料拌匀。虾滑应该也差不多了，然后把它像挤肉丸一样挤出来，放到开水里面煮熟。如果喜欢吃凉的话，也可以过一下冰水，拌上调料就好啦。开吃吧，早点睡呀，晚安呀。